您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时新闻现场。我们先带您掌握这最新现场，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正在台铁应变中心这边视察，也发表了谈话。我们先带您掌握发生情况的，会不会还有其他地方也要求铁路局要全面盘整，立刻了解，防止憾事再发生。以上报告，请国人同胞当此时刻大家集气，给往生者致意，给受伤乘客给他们加油打气，那给工程人员也给予鼓励支持，那相关的交通治安秩序的维持，我也刚才警政署长在现场我也都特别要求，那也感谢全国相关地区许多救难团队医务人员都尽力赶往现场及相关医院，给这一件意外不幸做最大的帮忙协力，也一并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一早到现在都很辛苦。在这里，也给大家致意，也给大家感谢。那我马上要赶到花莲。谢谢大家。